Hello，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一个算是 VR 的小游戏哦。那各位看到这前面这些展示呢，就有点像是我们之前啊，不是我们之前，就是我们小时候，我们以前在这个什么汤姆熊啊，什么游乐园里面呢，会有那种加机平台，哎，也不算加机平台，就是有类似像是什么死亡鬼屋吧。的那种感觉吧，反正我也不太会形容啊。总而言之呢，这款游戏目前在 Steam 上面有在卖，好像才几十块钱而已吧。然后个人看它又是 VR，然后就想说戴上我的 VR 头套来玩看看好了，哦，体验应该会是不错啊。所以说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吧，Let's go。那这款游戏就是刚刚你们所看到的这个画面哦，打法都没有什么改变，就是射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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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射就对了，射就对了。啊，奇怪，我的枪呢？哦，我的枪在这里，不好意思。哦，这就是我这个 AK-47 哦，这一关要用的枪。哎，然后攻击开始。哎，然后可以射他们。哦，他们准备要走了。工作的时候一定得听音乐吗？哎，唯一的嗜好。好哦，我的。哇，霸王龙来了！一开始就霸王龙，哈。哦，这装子弹是这样子啊！哇哦，被吃掉了！Oh my god！射射射射射！约翰挂了，约翰挂了！装子弹，装子弹！Oh my god！怎么都可以射，旁边的这都可以射！哇，贴那么近，贴那么近没问题吗？哎，我从头被贴到尾，哥哥。没问题吗？哇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太近了，这也太近了吧？旁边不会射啊，射向旁边的，我有什么分数之类的？哇，迅猛龙大哥来了！哎，换武器啊？哪时候换武器的我都不知道。哇塞！莫名其妙给你换武器耶！Oh my gosh！哎，干什么干？Oh my god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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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霸王龙又来了，而且贴太近了吧！我的天哪！我靠，这也贴太近了！谁打我？美颌龙！哇哦！啊！叫屁叫！Oh my god！我靠，还要射弱点欸，我的天哪！所以说胡乱开枪也是没用的啊，胡乱开枪是没用的欸。最好是一只霸王的血量可以这么多啦，我的天哪！Oh my god！哇！Oh my！Oh shit！这个 VR 实在是太贴近了，我的天哪！Oh my god！差一点，哈哈！哦，射断他的牙齿！哦，好险，好险！哇，居然赢了！哦耶，boy！那追不上来了哈，牙齿都断了，没办法吃了哈。那哦，摆脱他，摆脱他。然后呢？哇，这什么龙？快快快！这个长颈龙怎么长得那么特别？第一次看过哎。海长颈龙，海长颈龙，射他屁股。Look out！Nice shot！哇！我被咬了，怎么办？救我！哦，他需要这样子横凹哦！天哪，看武器，换机关枪了，不是换那个冲锋枪，不是 AK-47。Oh my god！我总觉得散弹枪比较强啊，散弹枪比较强啊。Oh my！美颌龙啊，怎么又换武器了？哦，这样可以换哦。What the? Get out of here!
哦，原来这样子换武器啊，早说嘛，这样比较好用一点。巨大箭毒是什么？管你妈妈嫁给谁，太多了吧！哦哦哦哦，爆、哦哦哦，毁了你！ 哎、欸，我这人物是不是没有血量啊？太多了，太多了！目前为止没有损任何血啊！哇哦，把它炸掉是什么意思？干！哇，居然有翼龙哎！等一下，那个无齿翼龙都把他们叼起来，他们逃跑了。哎、欸，这不是？哎、欸，对，这是无齿翼龙是不是？ 下来！哇，那旁边好多、哦。还是双齿形翼龙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干什么干什么？迅猛龙，我子弹用不完了、啊。耶、yeah、啊！来呀！干什么干什么？ 越来越多啊！我的天哪！我装填装超慢，超快的！我的天哪！什么声音？哇，我们车毁了！车子发不到！不是吧，哥哥？ 哦，哇哦 ，amazing！ 哇，这是啥鬼啊？等等等等等，这只也太帅了吧！我靠，改良过的霸王龙，最好是一般的霸王龙可以打趴它。我靠，我们就在那边看戏就好了。 这是暴龙血这么多，哇靠，被追了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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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点，差点，差点！哇，哎，还挺好玩的，我觉得，蛮刺激的，蛮全的，做得好，多亏有你。耶！机械孔的出现，我觉得这一切只是开始。好的。 这背后到底是怎样可怕的计划？嗨，你好，是不是你？哟，结束了。故事，Constant，就是故事会继续下去这样子。结束了。哇 ，S 级耶！哇，目前这个游戏好像只有第一章节而已啊，到后面后续会出后续的故事哦。 哦，希望呢，可以越来越好玩。我是觉得这小品游戏不错，几十块钱，配上 VR 玩起来其实还蛮新颖的哦。然后呢，也不需要太复杂的操作，就一只摇杆这样子，哦，然后射射射，就这么简单，挺不错的啦。哦，分享给各位啊，如果你们喜欢，可以自己去 Steam 上面下载哦。我这个游戏的这个标题呢，游戏名称都放在那个影片的连接，影片的标题上面哦。 哎、欸，你们可以自己去查看哦，就这么简单，好吧？那么今天的这个 VR 小游戏试玩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欢迎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啊有机会再玩玩一些 VR 小游戏吧。好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